欢迎我们三十位新登船的姐姐们，欢迎你们。乘风破浪再次起航，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三十而立，落子无悔。啊，舞台赛制全新升级，但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还有你们熟悉的见证人黄晓明。我一看名单，我说嚯，他来了。嚯，他来了。嚯嚯嚯嚯，他们都来了。比如说我们的那英娜姐，娜姐呀，一开口，大家就都被征服了。啊？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哦，天啊，妈呀！我的爱恨已入土。哈哈哈哈，我们这是来开演唱会吗？那除了这个娜姐之外呢，我们这还有一位也是我们的偶像，刚刚姐在哪里啊？对不起。哦，我在这儿。小明你好。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特别多的就是您的卡带，我从小到大听你歌长大的，真的。但是小明也不愧是我们从小就写的偶像，因为每个人小学一年级写的作文都是这天阳光灿烂，小明背着书包高兴的去上学。对对对对。所以你天生就是男主角。是是是，不，但是我是一直陪着大家一起长大的小明，希望在这个节目里也能够陪着大家一起成长，一起经历很多的困难。因为这次的赛制我还觉得是说实话蛮残酷的啊。跟第一季不一样吗？本次出品三十位姐姐将完成各自准备的声乐和舞蹈的考核，每个表演60秒，出评结果将决定三十位姐姐乘风破浪之旅的开局。好，姐姐们加油。好，话不多说，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喝口经典超有机，有机生活我定义，这里是由姐姐都爱喝的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的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接下来给大家90分钟的时间进行出评舞台的化妆和换装。乘风破浪现在开始。哇，造型天团，我们这么多化妆师吗？哇哦哇哦，太热闹了吧。我们你看那有个计时器。哦，没事，来得及啊。来吧，我们一定要美美的。我要18岁的我。 OK。年纪大了有皱纹了，我已经好看的没有朋友了，亲爱的。哎呦，这个装假发片才是提神醒脑，好不好？越冷静威力变身的。嘿，天哪，他们有人搭那个贴头皮的那个马尾，我觉得他们好勇敢。哎，发际线，要不然我去种植个发际线。嗯，种发你得好久，不能。哦，算了吧。有时间。哎，你看咱俩这造型咋有点像，然后我发现这四个人全是马尾，我们直接可以成团了。娜姐加油。我真的我没认出来你。你瘦了很多。哎，为了角色。对，但不要学我，因为特别伤身体。哎，小明哥，你看我唱歌吗？跟你讲，我让你目瞪口呆。说完这句话我就目瞪口呆了。可以的，再见。再见，青姐。嗯，你是天生个小脸。我们的校花啊。哪有啊，真是。各位姐姐们，桌子上啊是我们的客户经典有机奶送给我们大家的礼物啊，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哦，
亲爱的姐姐，不要试图在角落收敛自己的光芒，要去舞台的正中央做自己的太阳。经典由我听你。哭，亲爱的姐姐，生而不凡不是人生常态，沉淀之后的勃发才更精彩。经典由我陪你。我来尝一下啊，非常的纯正，蛋白每百毫升有3.8克。这个是有机脱脂纯牛奶，零脂肪，无负担，我们很适合喝。有盖儿，喝不完咱就盖上，这个不错。现在我有个提议啊，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这个经典有机奶。好，姐，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这个乘风破浪一切顺利干杯。干杯，干杯，加油姐姐们，干杯。距离换装结束还有15分钟。今天不紧张吧？不紧张，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弄。反正你看张馨予那黄色的，那好像是小男孩。阿兰，你这个造型好特别啊。这是我们民族的衣服呀。好特别。我觉得陈梓彤是不是要唱 rap？ 这么嘻哈啊。So what？ 我觉得陈丽莎那个她应该是不是唱一个老的经典的歌曲。然后刚才看到吉克隽逸穿的一身亮闪闪，我会觉得他应该会很炸。那英老师想看他跳舞什么样。我期待王鸥，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他其他的舞台，我觉得很美，很有女人味。我觉得这个年纪的女性她可以有不一样的舞台。我觉得30+的姐姐就是要有魅力的呀，成熟的魅力，性感，酷，炫。为了出舞台，其实大家都做了很多准备跟努力。我把一个戏推掉了，时间全都给乘风破浪给留出来了。毕竟我们还是在要拼一拼的年纪嘛，担心也没有用，既来之则安之。我觉得自己怎么样，当然天下第一了。我觉得是破釜沉舟，站在半山腰太没劲儿了，所以我想再冲一把。换装时间结束，请前往赛前区，初评秀即将开始。哇，随便坐呗。那我就坐这儿，我觉得前面留给姐姐们坐。好嘞，我上来。你这一句话，哎，我上来，我坐后面，最后面。哎，后面，我们第二排刚刚好。这个挺好看的呀，像个那个蚊帐一样。贼贵好吗？这个。紧张吗？啊，紧张。我超紧张，还挺紧张的。真的吗？你看演唱会都没那么紧张，是不是？两回事儿，是吧？对，我懂你，好可爱，我还想看你紧张。哎呀妈，太逗了你。